好，停，0.32啊，那就是刑法，又有触犯到刑法，那就是刑法183公共危险罪。对不起，我又再度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，而且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错误。嗯，存心侥幸想说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浪费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，然后我这几个小时所受到的惩罚，我自己觉得说我绝对不会再犯了。那也奉劝大家不要跟我一样，再次跟社会大众说对不起。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你有实测跟举测两种权利啊。哦，那第一个，如果你测的话，那依照道路交通测的话，哈，是0.15到0.20之间，我们是开单请大家扣车。好，停，来看数值多少票？0.32啊，那就是刑法。就有触犯到刑法，那就是刑法153公共危险罪啦。然后那第一的保持沉默，无需被质疑的陈述；第二的确认辩护人如果是中低收入、低收入原住民，有其他依法另得请求法律补助的请求之；第三点的请求将还有一证据。好，警方啊，于11日1:10在忠孝建国下匝道处啊设置路检点，当场经过一台自小客，驾驶啊飘散那个浓厚的酒味，驾驶是民众啊，正姓民众。经过我们酒测之后啊，正姓民众之酒测值啊为0.32 ng/L， 全案啊依违反刑法185(3)公共危险罪啊，移送北检侦办。对不起，我又再度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，而且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一个错误。嗯，存心侥幸想说。浪费了这么多的社会资源，然后我这几个小时所受到的惩罚，我自己觉得说我绝对不会再犯了。那也奉劝大家不要跟我一样去犯同样的错误。然后，我想我会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把整个经过告诉大家，那真的对不起，再次跟社会大众说对不起。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。安全第一。